屁屁保持可爱的秘诀，每天都修屁屁毛，保持蜜桃身材，坚持每天化妆涂腮红，保持元气满满，再梳个毛，保持毛发亮丽。完事到处吸一下，吸力大，清理起来就是轻松。不管是人为因素还是狗胃损坏，保修期内都可以保修。家里的卫生交给这只小狗，这只小狗负责可爱就好了。